好，来，我们就继续今天的预算协商。那我们现在进入农委会主管的部分。那我们先进行税入部分。好，来，政委。是。报告院长，还有各位同仁，大家好。昨天其实，在院长指示之下，其实进行很有效率。那今天第一个是农委会，那我有程序上的问题，好，我想请陈吉仲主委要来列席。为什么？因为陈吉仲主委他是政治性非常高，而且有高度正义的主委。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行政院108年6月把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送到立法院来，那委员会在11月初才审哦，108年6月送到立法院，那11月初委员会才审，审完之后，这个案子提到院会，那国民党认为说这些条文必须让它更合理，让它更可行，结果国民党在11月15日的时候在院会把它拉下来，希望交协商。那后来也非常谢谢民党马上排协商，11月22日马上排协商，结果国民党提的条文包括第12条之2、33条、34条之2，还有45条的条文，我们的建议民进党全部接受。但是我们拉下协商的时候，陈吉仲主委竟然不是没有来啊，在脸书上骂国民党啊，国民党希望把条例把它修得更可行，结果我们拉下协商啊，陈吉仲主委竟然在脸书上攻击国民党团。院长，我要代表国民党团对陈吉仲主委这样的做法，第一个不尊重立法院。院长你也知道啊，我们认为这条例，再讲一次，108年6月行政院就送到立法院了。11月委员会才审，你那么急为什么不马上审？那国民党在11月15日拉下来协商，我们认为条文没有意见呢、啊。那事后证明我们这条文都被接受了。那竟然我们拉下来协商，这个非常有争议的陈吉仲主委竟然在脸书上攻击我们国民党，说我们妨碍防疫，到时候一秒钟都不能够延后，万一发生了这些重大的这个传染病怎么办？我一说，他也不是今天才当主委，他假设这样子，第一个藐视立法院，第二个极度不尊重在野党，第三个这么有争议嚣张的主委。院长你评评理，我们拉下，民进党也拉过来拉下很多协商啊，国民党作为在野党拉下协商，他说不行，在脸书上，我也当过政务官啊，我们拉下事后证明我们这些条文民进党在协商的时候是还全部接受，你说我们拉下来没有道理，我也认了。我不晓得这什么主委，他今天不来，好，不行，这样子的哈，曾主委，这个刚才您讲的啊，请农委会带回去给陈主委，哦，我们啊以后还是要对立委、党团、立院的运作跟决议不要表示意见呐，这个是不尊重了啊。不过我要跟曾主委报告啊，因为我们农委会本来是昨天晚上要审议嘛，所以陈主委昨天晚上他有来，但是我们突然昨天晚上提早结束，他今天早上已经安排行程，所以他昨天晚上有特别跟我拜托说，因为以为昨天晚上的审议农委会就会结束，所以早上他就要去巡视一些农民，哦，那所以
一大早就打电话给我，昨天他结束其实就要再找我，我没有接到电话，早上又打给我说，如果行程那么多把人家取消恐怕也不容易啦哈，所以我想这个曾主委的意见请副主委带回去，我也会跟他讲啦哈，但是因为我是昨天我们误掉，不是他不想来啦哈，好不好？好，好啦，好啦，好，谢谢。既然主席院长已经答应他，我们就尊重了。但是我在这个议会殿堂上，因为今天公开录音录影，我真的终身期望张的主委真的不合适。你假设我们说我们在故意拉下来，没有道理，我就算了。而且是拉下来协商之后，所有条文是不接受的。这个这么有争议、这么政治性的职位啊，我也利用这个场合啊，给予他最严厉的谴责。谢谢。好，好了哈，那我们就继续审议哈。好，谢谢，谢谢曾主委啊。好，来，那我们针对农委会主管税入部分啊，税入部分那个我们国民党党团提出啊，要增列。哦，税入是增列5%，这农委会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尊重委员意见。好，那我们就通过啊，增列5%。那税出部分355案啊啊，因为我们在税出部分啊，共计是所有的啊，是从第一幕到结束啊，总共是减列700万。那么第355案是冻结5%，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有没有问题？是这个在执行上有一点那个困难，就冻结提书面报告，就是它是冻结的项目。啊，好，冻结是整数总哈，好，这个总税出这个我来处理了，这个没有指定科目啊。好不好？好，来啊，那我们就冻结5%，提书面报告了啊。那第356车案、357车案、35第一幕啊、358车案、359车案、360车案、361车案、362啊，冻结5%，我们就一并纳入啊总预算冻结5%，提书面报告啊。好，那363。冻结1000万，我们一样啊，纳入啊冻结5%，提书面报告啊，给那个啊这个国民党党团。364减列135，啊我们啊农委会的预算第一幕啊，这个364啊，这个减列135万，有没有什么问题？是否那个科技预算方面本来就比较拮据了？哦，这是科技预算，科技研发，这算不算是通案？科技研发364有，这不算不算通案？有违办的、啊，所以我在问364是不是通案？通案有违办的吧？364不是吧？对啊，不是。违办两亿，364是农业科技研究发展，食品科技研发，是不是违办？不是，是业务会。业务会是不是那个通三的啦？不是。好，那如果你减列135，有没有问题？是不是食品工业研究所了？好，这样子的哦。我们改冻结100，那这个那个有是奖补助的、啊，是奖补助的，对，奖补助的、啊，奖补本来就通案了、啊，不，364食品科技研发是不是通案？是食品工业研究所要用的嘛？好，那通案的话，我们就依通案处理。对啊，好，364就依通案处理。对啊，通案我们就依通案处理，它已经有简列了。好，365车案、366也是食品科技研发，我们就依通案处理。367车案、368车案、369车案、370啊，农业科技管理，那这个并啊，并总额5%里面，但提书面报告。
三七一一样啊，冻结10%，我们并入总额里面啊，提书面报告。哦、啊，三七二撤案，三七三撤案，三七四撤案，三七五啊冻结，我们啊并入原有的5%，总数的5%已经是10几亿了啊，所以这个专这个1000万啊，我们就并入，然后提书面报告啊。三七六也是一样，并入5%，提书面报告。好、哦，那三七七也一样冻结，但是我们并入冻结5%的总数，提书面报告啊、哦，一定要提书面报告啊、哦。好，第二目一般行政啊、哦，三七六八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看一下主决议好不好？那你们看，三七八。那个三七八，跟那个李委员报告，就是我们就直接叫他停权，是不是加个依法停权？法律一定有规定嘛？加依法没有问题了哈。好，修正加依法多两加依法，我们就修正通过啊。第二行停权的前面。好，加依法我们就修正通过。三七九、三八零、三八一、三八二。三八三、三八四、三八五、三八六、三八七、三八八、三八九都撤案。三九零、三九零特别会，特别会我们一向就不处理了。这个好、哦，好不好？好、哦，好、哦，知道刚才透过也跟大家，这个特别会不要跟他哈、哦，我们就撤案了哈、哦。特别会好，那三九一。这个一样啦，这个一样。这昨天我们所有的特别会都有撤案的哈，三九二、三九三都特别，我们都撤案了哈。因为这个特别会，那三九四、三九五、三九六撤案。农业管理第三目减列500万啊，这边减列500万。那三九七、三九八、三九九400撤案，401减列70万。我们简列并委员会啊，然后提书面报告402冻结100万，我们纳入总数的5%，提书面报告403撤案，404冻结4000万，一样纳入5%，提书面报告405，我们因为这个冻结15%，讲补助了，好，我们讲补助，我们以通案处理。406撤案，407撤案，408撤案，409撤案，410撤案，411撤案，412撤案，413撤案，414冻结。414到418都通案。414哦，这里是讲补助。415也是，那我们就依通案处理。416呢？又会用吧。主席，来您说，不好意思啊、哦，因为刚刚主席一直都是用通案来处理我们、这个，把通案对通案就我、哦、来，但是问题是你现在是有统三是5%嘛？那我们现在把冻结5%，那这一我们这些都是冻结不止5%哎，他是你看这样子4亿的话，4000万不就是10%吗？是减列，对不对？哎。我的意思是说，像有些这种案子哦，因为我们在审查的时候发现说，它其实是这个国际合作案子，它没有相关的计划说明，是不是可以改主决议，请他把相关计划提出来。好，你写主决议，我支持。哦、好，夏姐，你写主决议。好，要不然的话，它其实重点不是在于。通案你都可以用主决议处理，好不好？好 ，OK， 好，用主决议啊、哦。那这就是请那个请农委会的。来，好，没关系。那个农委会啊，针对414嘛，对不 对？国际合作这个。国际合作，你们赶快针对他的提案的说明，写一个主决议，对，好不好？就是请他把计划要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好 好, 好, 好，没有相关计划，编有这么多的钱，这是不好好，赶快写一个主决议啊。写来。那415是不是通案？奖补助依通案处理。416，这个是业务的，他那个是农业的，农业的普查了，农业的普查，通案哦，416那就通案处理，417，
一样通案处理。那个好，来，没关系，来四一七。这个哈、就是农委会一直引起争议的哈，就外包厂商去回应舆情这一块哈。啊，之前又买 PTT 的账号引起轩然大波，然后现在又看，我们觉得效率也不好。好，到底这个钱是不是真的有在回应舆情？好，啊，院长这边说通案是删多少？减列，他有减列500万呢。哦，也许5%减列哦，他会减列哦，减列好像是5%3%。三趴是不是？三趴。还有文宣广告也。三趴。三趴这边350。三趴已经在争议现场60几万。三趴就60几万了。对了，他说。三趴就60几万。我了解了。可是我觉得这个案子很重要，只在想说我们要不要改。改主决议的。好，我们这边改。你写，你写主决议。好。好啊，等一下啊。我们结束之后，你再拿出来。OK， 好，三四一七通案四一八，好来，主席不好意思啊，这个关于刚刚徐永明，主席刚刚啊主委员的这个案子哈、我们是不是可以也稍微说一下？好来，因为农业舆情的东西，之前在经济委员会的时候，我们要求他交结案报告，结果他就要求我们开秘密会议，说是因为这个。厂商有制裁权的问题，所以不愿意交出结案报告。我本席是觉得这样是不恰当的了哈、所以是不是可以在他的这个主决议里面能够附带一句说，你在征求计划的时候，一定要厂商有切结，就是没有什么所谓的智慧财产权的保护，而不能够交报告公开他的结案报告的道理。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监督预算的执行，本来就是应该要让这个报告公诸于世。好、如果只是一个农业舆情的东西，怎么会有什么厂商的智慧财产权？农委会还要保护厂商的智慧财产权，不愿意交结案报告出来的道理，而要用委员会来开秘密会议来审查结案报告，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哈。请农委会在这部分，你在征求计划的时候就要要求哈，而且就是执行之后，这个报告是一定要能够公开透明的，让我们看得到。农业舆情的东西就是这样子啊，你要让农民也要可以看得到这些资料，对不对？你资料说是因为要保护厂商知业财产这智慧财产权，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好，那刚才陈委员的意见在徐委员的主决议里面，你们就一起并入。你要不要另外写一个？反正你好，不然你另外写一个决议嘛，好，好，你们另外写一个，赶快写，请助理赶快写啊。好，四一七、四一八也是通案，四一九撤案，四二零。啊，委也是通案。哦，委办委也是通案，我们依通案处理啊。农业发展的部分有减列200万，我们就提书面，哦，后使得动之啊。那四二一车案、四二车案、四二三车案、四二四车案、四二五啊，减列1150万。永明兄，你要不要说明一下，能不能改冻结 ？OK。好，将补诸位，那这个也是通案呢。啊，1000多有比原本通三多还少？嘛，这是将补助是。对、okay.。将补助大概几趴？4%，这个会多。OK。院长，这个案子哈、主要是800多、900多万、啊。Okay, 这个案子主要是比特权的事了。好，就说委员会也一直问说，到底要不要管制？啊，一直被攻击，不只是路人被攻击，油菜被攻击。好、哦、啊，比特犬在台湾也不是当宠物养，是当斗犬，地下斗犬在做的。啊，农委会一直没有积极的作为啊。好、副主委这边提一下。好，来说明一下。是我想的这个案呢、事实上在那个108年8月多是有一个检讨了，那时候是有请了一些专家，还有一些的相关，就没有结论了。动保条例里面也有去做一个严格的一个修正了，就是说这一类的这一种钱出去公共场所或是其他的地方，一定要有那个陪同陪伴的人，哦，来避免那个攻击，哦，必须也要有这个链子把它链住。
那针对这个东西，我们是事后还是可以来做一些检讨。不是啊，就副主委这边好，院长，我这边的意思不是要捡你的钱啊，是希望说你积极这个事情要有一个态度，比如说以后就不进口，对不对？然后以后也不会再繁殖，对不对？至少农委会要有这个立场，对吧？好，那这个徐委员的刚才的意见，请农委会把它记录下来哈，然后请相关的单位要遵照办理，好不好？好，来四二六改冻结一亿专案报告，我们这个冻结一亿并入总预算的冻结5%，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啊。好，427车案、428车案、429车案、430车案、431车案。432车案、433车案、434冻结500万，并入原总预算冻结的5%，那已经冻结50几亿了哈。我们并入，然后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啊，并入，那是不是要这一个就并入？但农委会你们内部自行。该冻结哪一个比较不重要的部分，你们就依照你们的预算不一定指定农产品物流中心哦，因为这个是在屏东农业生物科技园区不要因为那个已经发包哦，所以你那个东西不能动，授权冻结总预算5%，希望不要有这一个项目，因为这个非常重要哦，好不好？好。435车案、436车案、437车案、438车案、439车案、440车案、441老人农民福利津贴这个并入并好来你说这个要特别跟院长还有各党团还有那个尤其是农委会这个包括主计总处，这个是一个公平性的问题这个老农津贴这个提案最主要的，但我在行政院院长的质询也有提到，农委会的质询也有提到，这是涉及到公平性的问题了。我们先讲过去的法律国民年金法在制定的时候就考虑到原住民的平均移民，所以原住民老人津贴它是降低为55岁，那老农津贴也应该要比照。来降低为55岁，最主要是说，现在是65岁都跟一般的人一样那我们平均移民比较低65岁开始领，有的领2年3年就蒙主恩召，归回天家了，就领2年3年，甚至有都还没开始领，就离开人世了，都还没到65岁就离开人世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是一个公平性的问题，因为平均移民的问题，这在立法在中华民国的法律上，国民年金法已经确立了原住民平均移民的问题，所以老人津贴是降低55岁，所以我们提到这个老农津贴也是一样，也是一样，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农委会在答复我们的那个说明的时候，完全没有，没有针对。我们的公平性的问题，这些来去做一个妥善的处理，只一语带过说这个言语在言语，这个要真正要面对，然后去修法，我们也会提修法，所以呢，农委会行政院这边呢要必须支持。那这样子我们这样子啦这个修改老农津贴的条例是我们立法院的事情啦。以后再透过政党协商来处理，好不好？那这个案就撤案了。撤案了，因为这个跟他们没有关系。修法是我们自，你叫他提书面报告也没有用啊。没有，他这还有补偿措施耶。那个院长各党团，这个绝对要不要撤案，这样他们才好。这样子，我们改书面报告。院长，那个445一模一样。这已经改为书面报告了，没有关系嘛？没有，你这个要OK。445跟他一模一样，那我来处理。那个谁，那个政委，445就是在谈这个问题，主决议。到445再来。那你这个撤案，我们到445来处理主决议。一模一样。
定四十五。那如果你这个你做你书面报告，他一样，你主决议做了之后，这反而更有约束力。你们不行，因为四十五的主决议哈，跟刚才我讲的没有写，没关系。那我再加一个主决议好了，好，可以吧？好，你再加，没关系，这个车案你加主决议。对对对，好，好 ，OK， 主决议再来谈哦。对啊，四十五不是他自己要再加一个，那是他的意思，你再写过来哈。好，反正就有了，不啦，活动了，来，好，我们这四十一车案。那四四二，四四二的主决议有没有意见？跟民进党的。不，农委有没有意见？意见。没意见，我们就通过四四三，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四四四，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有一个错字啦，改一下错字啦，你们都乱。他错字。你们自己看，有一个错字，改一下。我的按哪一个错？第二行那个集啦，计划集其成啦，这种小事。好，那个错字改一下，我们就通过四四五，四四五，这个就有问题。来，四四五有没有什么问题？最后的补偿措施有问题。好，那四四五我们保留。四四六有没有问题？好，我们就通过四四七。这个是改什么？这个改写什么？看不懂。四四七没问题，内容有问题啊。四四七。没有意见。四四六有问题吧？他要把台农发关掉哦。爸，四四六有没有问题？四四六啊。紧速检讨研议。好，那没有问题。来，四四七。好，建情案好，我们就通过。来，林务局。没有这个四四六哈，这个。等一下，没事，人家这个好了，别给那些小细节。什么小事？来，来，四十七、四十六、四十六，他说建情研议了，要求检讨研议，他是要求检讨研议，不是定案，说一定要调了。行行在哪里？把这小细检讨研议了。好，来进入林务局税出部分啊，撤案四四九撤案。四五零车案、四五一车案、四五二森林保护及林地管理要动，我这样子哦，四五二不是通案吧？不是哦，四五二我们并入总预算的5%，提书面，好、哦，好，四五三车案、四五四冻结10%，那个。这个有明兄，我们是不是也并入总预算的5%？那边已经冻结。林务局的预算不是林务委会。哦哦，对不起，是对不起。四五二要。四五哦，对不起，我四五二冻结二，对不起，我重来哦。这是林务局四五二冻结1%，我们农委会这边那个林务局有没有什么意见？10%就好了嘛。好，力太大了。好，那冻结10%，提书面。好、哦，提书面。好、哦，来四五四冻结10%是，那我们就合并哦，这个林就是林务局的啊、哦，冻结啊、就是林业发展冻结10%并案，但也提书面给时代力量党团。那个好，来林院长这边好。说明一下，来，这是关于巡护员哦，这个福利的问题啊，你们都说要加啊，局长这边，你们到底有没有方案？好，我们已经报行政院已经提好，12月17号、哦、啊，到底除了一般正常的编制的，还有你们巡那个约聘雇的，你们情况怎样，都有处理吗？好、哦，好，那我们就撤案，没有，还是要交报好，好，并，那我们并报告来，好，并啊。哦，林业发展冻结10%就合并，然后提书面报告。四五五到四六四啊，多撤案。四六五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四六五哦，四六五同意。好，那我们就通过改组决通过。
四六六车案、四六七车案、四六八，啊，我们一样冻结纳入10%之内，提书面报告给国民党党团。好，好，四六九车案、470，好，并10%提书面报告给，这是审查会保留的哦，给庄委员。471车案、472车案、473一样纳入冻结10%，提啊、书面报告给陈廷威委员。第三项水土保持局，水土保持局啊、467到479都撤案。好，全部撤案。好，再来就进入水产试验所税出的部分，480撤案，主决议481有没有问题？同意。好，民进党党团这边有没有问题？481，看一下农业是农事所，水事所有没有问题？农委会好，481他们没有问题，有问题。好，我们就通过481，我主决议通过，进入第八家畜卫生试验所。好，482撤案，483撤案。第九项、第十项一直到第二十项都没，第一到第十九项都没有任何的提案啊。我们进入第二十项，业属税出部分撤案，那么就是业务会484撤案，485奖补助会改通案处理。第三目啊。486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486我是要问，原来委员是说专案报告你们把它改成书面报告嘛，哈，可是你们自动写说你们要给相关补助明细资料哦，这是你们自动写的哦，所以公布这个没关系哈，就不涉及什么要保护的事项哈，案件跟数量的那个提供这样子。好，那就通过改组决议。现在是说我们人民拿我们的补助，结果一共案件跟数量没有名称啦，那没有啦，因为他写明细哦。啊，你的文字是写明细哦。你改案件与数量嘛？不是啊，你们改组决议有没有？你说通过文字有没有看、啊？及相关补助资料啦，好不好？相关补助资料。好。那个其实是立法院有要求各部会啊，补助的都要都本来就会主动送到立法院了，那个明细表本来都有了，本来都有了。好，我们改主决议那相关的啊、哦，没有办法做到的文字啊、哦，你就做修正。相关补助资料。好，好，那好、哦，那就改主决议啊、哦，那修正一些文字后通过啊、哦。487车案、488车案、489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489来农委会，没问题，没问题吧？好，我们就通过改主决议，通过490、491、492车案。来第四目渔业发展，渔业多元化经营建设。我们这样子的啊、哦，一样冻结，5%啦，好不好？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提书面报告使得动之啊、哦，5%，啊、哦，493、494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也要，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就冻结20%哎。啊，改主决议了，删掉了，改主决议啦。495撤案，496减列300，好，委办会依通案处理。
通案处理，因为绝对比300万多了啊、哦。来，主决议撤案，来，现在动植物防疫检疫局，最初部分撤案499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我是确认一下，你们那个一点、两点、三点要提供的那些细节都 OK 哈。就是有没有涉及厂商的？满强，你怎么又回到刚才那一案？没有啊，499啊。好、哦，499。对对对，你们了解一下、哦。499来，499怎么样？请那个动检局499。主角要你们有看吗？可以。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就通过啊、哦。来。第一幕车啊，500车案，501车案，502业务会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业务会，减列768万。永明兄，你要不要说明一下？这个就是这个长官酒驾，哈、哦，结果还记甲等，不止哦，然后还解释说，那是因为业务需要去喝酒的。哦、啊，如果喝业务需要喝酒，干嘛编业务费让你去喝酒酒驾？啊，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啊，来，我们这个农委会检讨一下了哈、哦。这个主管哦，最好喝酒就不要开车啦，不是说所有人都一样啦。所以有明兄提示这个是有道理的，哦，这个你们要要求啦。有没有说我看这个就不要简列了，就冻结，然后提请他提书面报告说明他未来要怎么、哦、至少被抓到以后不要说那是因为工作了，对了，请他们提书面，什么时候我们公务员为了工作需要去酒驾、哦、好了，我们 okay, 好，我想就院长，好，院长才是了，好了，好了，我们就冻结500万，然后提书面报告针对酒驾的部分了，好，我看你们怎么要求了，好，来冻结500万。刚检疫是什么？509还有一个意思。还没到那里。好，来。509第三幕冻检局503车案、504车案、505车案、506。改书面哦。冻结10%，提书面报告好不好？那个还是一样好了，就说苏院长。不是，我说的是行政院书院长，最自豪就是猪可以吃了。好，啊，你们现在的问题是海关有把关啊，结果平台上面、网络平台上面到处在卖这些，好、哦，韩国猪肉啦，好、哦，前面越南罐头这些，好、哦，啊，我是怕就是最后你出事了是这一个地方了，好、哦，所以冻结10%报告没有问题，提书面报告，好、哦，好，506。冻结10%，提书面报告。507到509车案，510是委办会通案。通案一通案处理，51车案、512车案主决议，513有没有什么问题？看一下。好，514车案呐、啊，哦，就513。好，那513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我们就通过。来，第22项，农经局、农业金融局。看515车案、516车案、517，看一下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有什么特定的贷款项目要求你们弄吗？没问题。好，主席，那我们就通过。来，第23项，农粮署到了吗？到了。好，518改主席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好，那改主席通过。啊，那个一个月都改三个月啊、哦，这个往后委员会这边就。哦，你们就注意一下，全部一个月都不必再特别好、哦。那农粮科技研发519车案520简列哦，通案一通案处理，
五二一车案、五二二车案、五二三车案、五二四车案、五二五、五二六、五二七、五二八、五二九车案，第三部农粮管理。五三零、五三一、五三二、五三三、五三四、五三五、五三六车案、五三七，陈雪生委员农业资产管理，冻结百分之十，提书面报告。好，好，五三八车案、五三九车案、五四零车案，但是你这个冻结百分之十，我们同样可以并入总预算的百分之五之内。哦啊，这是农粮署，是嘞是嘞，农粮署的啊，不一样啊，我们冻结百分之十啊。来，五三八车案、五三九车案、五四零车案、五四一通案，我们就一通案处理。五四二车案、五四三车案、五四四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哦，这也是通案，但主决议是他主决议可以写，他们主决议你同不同意？同意。好，那五四四虽然是通案，但是改主决议我们就通过。五四五车案、五四六车案、五四七车案、五四八冻结两百万，并入刚才的百分之十，提书面报告。可以。好，五四九车案、五五零车案、五一车案、五五二车案、五五三车案、五五四车案，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通过。那现在刚才有两个啊、哦，有三个啊、哦，有四个啊、哦，就是刚才大家看一下啊、哦，看一下。七、四一八。四一四，四一四是陈一炳委员啊、哦、提出的主决议。好、哦，大家看一下，就是。这奇怪。四一四决议。就是请农委委员会向立法院经济委员提出书面具体详细计划说明。好，那我们就四一四通过，可以吧？来，四一七徐永明委员啊、就要求农委会加强农业信息应应小组，应积极回应民众疑问，并公开平台以啊、平台官方账号。避免混淆与遭冒用，哦，这个应该也 OK 了哈。我们四一七也通过，来四一八，针对农委会相关委托计划，需因政府预算执行对相关执行结果系属公财产维持未立国会监督，农委会以计划规约应告知委托人或单位，不得已自产。就是诶、欸，这就是公开啦，有没有什么问题？这内容是这样讲什么？请陈一鸣说明一下。四一八，真的是刚刚都有讲过，你都没有在听。没有，听不懂，听不出你。他刚才有讲过，他就说，就你这样问就什么？就是意思就是说，有因为我们之前有要求农委会把他过去在执行农情的这个雨情的这个。案子哈，两个案子的已经执行完的报告哈，交给我们，结果他们就说要我们开秘密会议，在经济委员会开秘密会议看报告，因为厂商要保护他的厂商的智慧财产权，可是一个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舆情的报告，做了很多的图卡的东西。那既然是还要用秘密会议才能够看到这个报告，那这个不是很奇怪吗？所以我们才会建议说，你应该在计划征求的时候就要求厂商，你交的报告里面应该都是可以公布的资料嘛。我们也要求说，你怎么可能说厂商可以在计划里面放上一些什么跟制裁有关的东西，然后农委会用这样子的条，用这样子要保护厂商的智慧财产权，然后就不愿意交报告给立法委员，这不是很奇怪吗？啊，然后又要我们用开秘密会议的方式才能看到这个结案报告，所以这个是不合道理的。立法委员当然是可以监督预算的执行，那这个报告也应该是可以公诸于世的。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要求厂商，你交报告的时候，你不要把智慧财产权的东西摆在里面呢、啊，对不对？你怎么会因为这有一点是本末倒置了嘛？
你厂商怎么会有放跟智慧财产有关东西放在里面？有的，又不是一个科学研究报告，营业秘密啊，它是他的。对啊，所以他不愿意交啊。他不愿意交报告啊，不愿意公布报告啊，那你应该就应该在你的报告的征求上面就要求厂商嘛，对啊。你是要收我违反的计划，你就拿来看是会变成竞争对手在看，计划的结案报告，根本竞争对手要看对方的啦。什么东西？对啊，你是违反计划是吧？委托。你过去哪一个计划是要开秘密会议的结案报告？过去我们立法院哪有过哪一个计划研究报告最后是要开秘密会议的？请我们的农委会可以说明一下吗？说明一下，这个是你这样讲的话，很多各部会都是都是有这个案例哦。是这个是一个委办的一个计划了啊。那个当时的那个东西在征询那个公开招标的里面文件里面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有这样一个保密的那个，一定有保密合约嘛？因为这样子的，不能要跟厂商一定有保密合约呗？委办啊，你们也有营业秘密嘛？我这样一弄下去，所有的竞争对手都叫你立法院调资料，你们当打手啊？我会变成这样啊？我立法院那个经济委员会。并没有要求要去看什么营业秘密，不要扩张到那些了。没有，这个是一个可以想象出来的东西、哦。没有，就结案报告，当初只是要提，我们就看他执行力怎么样，效果怎么样嘛。然后农委会以这个，因为这个结案报告涉及到这个智慧财产权，本来应该这么讲哪一个报告不能公开的？哦、是不是涉及到智慧财产权？我有没有引用你？我要引用你要经过你同意。那才是智慧财产权嘛，嘿的，对不对？我现在这样子、啊，我们也没有看他的营业秘密啊。我知道了，我保密合约应该这样子、啊。那不然的话，请农委会，你觉得应该要怎么调整？你们来写啊。但是重点是在于说，不要规避立法院的监督嘛，对不对？如果柯总召，你觉得该怎么写？啊，你们可以修正啊，修正。我们是站在就是要监督这个计划的执行嘛。我提一下哈，就说到底那个交报告怎么会到最后还要那个线要怎么画哈？对啊，委办的跟补助的啊，我如果是补助，只是一部分而已。好，比如说我补助厂商某个计划，哦，只是一部分，那厂商觉得这有那个这个可以啊，委办如果我全部是拿政府的钱，好。那拿政府的钱，然后说是我的秘密，我的意思说，农委会这个线要怎么画，可能要把这个不止农委会啦，对啊，各部会都有啊，都有啦，这部会企业保密合约，这要注意哦。我建议这样改了哈，就是因为这个结构要改不容易，除非重写啦，或者说干脆这个案就撤案或保留啦。哈，那如果要这个结构之下改哈，只能说。除依法及依契约应予保障者外，因为你依法依契约你要保障的，你不能叫人家放弃啦。好，啊，那个陈委员的这个案呢，是要求他们有可能要放弃依法依契约都应予保障的啦，所以那个部分我们要把它除外啦，就是那些以外，你们不得以规避监督啦。不是，我的本意很简单，就是说你在委托计划的时候，然后去，对啊，你就是应该可以要求厂商交结案报告，你不需要好依除依法及依契约应予保障者外，不得以这样子，依法依除依法及依契约应予保障者外，可以，阿亮妈。改这样好不好？因为哈、哦，来，我来念啊、哦，我来念啊、哦。针对农委会相关委托计划，系因系政府预算执行，对于相关执行结果系属公财产，为此未立国会监督，农委会于计划规约应告知委托人或单位，除依法及依。契约应予保障者外，不得以制裁保护原则规避国会监督，以利政策啊遂行为人民看紧荷包，可以啦，这样应该可以啦。解释一点好不好？那前面文字怪怪的。可以啦，可以很顺的啦，很顺的啦。昨天
你改了两个字，到最后没又划掉。好，很顺的，可以了。好，好，那我们就修正文字通过。来，好，还有四二五，哎，还有一个四二五。四二五来，四二五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啦。他管理好，我们这就通过啊。好，那农委会就结束了。好，来换财委会嘛，哈。好，来。啊，没关系，你写，你写，等一下我处理嘛。好，你现在赶快写，我来处理哈。我有问题。这不是网，这是后面商业利益。后面商业利益。啊，我讲清楚。那个广巴是文字这个编撰。广巴你写在做国文老师哎，国文教授了。来，那这是才有味道吗？等一下，这个提案请院长先处理。等会儿还差一个案例，赶快印，赶快盖下。希望是这样的吧，应该可以的。啊，这个财委会应该可以过。主决议的哈，主决议他们应该都看的，他们怎么没有看？就等一下，就请院长再宣告。好，那放这，放这里，放这里。啊，他们没有意见的吧？啊、对对，可以了哈，你们农委会可以了哈。那个农委会的，农委会那个主决议，有在这里。啊，那个管委，你们看一下。管委看一下，啊，那个农委会看一下，农委会认为可以，这是新增的，新增的，新增的，你们把它编到四草。这个应该还好，延议而已啦，请农委会延议相关法令，可不可以？啊，针对原住民的延议提出修正草案，可以吗？延议的，好啦，延议相关法令的。哦，延议，延议相关法令，延议，正解延议啊，好，延议相关法令，啊，送经济委员会。好，相关法令，对的啊，相关法令跟草案都一样了。好，那我们就修正文字通过啊。好，来，我们进入财委会啊。来，行政院主管的主计总处啊，主计总处从昨天一直做到现在，我看我们全部撤案好了。好，来，主计总处总共被减列770万元啊，对了哈。来，第一幕
来，我们第一幕简略一般行政200,000委员会决定，我们予以尊重哦，予以尊重。来，第一案撤案，第二案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通。第三案改主决议，没问题。好，我们就通过第四幕简略会计及决算业务300,000，我们就提书面报告后。哦，是简略啊、哦，就简略啊、哦。那第四案撤案，第五案撤案，哦，主决议第六案有没有问题？好，我们就通过。第七案主决议有没有问题？尊重。好，第八案主决议有没有问题？尊重。好，第九案主决议有没有问题？尊重。好，我们就通过啊、哦。那财政部主管来。啊！我在想，我想去摸。好，来，部长来。好，来，财政部主管，第十案、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撤案，十五。到十八都是通案处理，一通案处理啊、哦。好，我们第三幕促餐业务委员会是简略啊，业务费78,000元，冻结促餐业务10%，提书面使得动之。好，那。第十九案撤案啊、哦，那委员会的决议我们都尊重哈、哦，部长这个没问题哈、哦，没问题。好，谢谢。好、哦，那主决议的部分，第一案、二十案有没有文字修正之后有没有问题？等一下，来你们看，二十案，二十案那个，二十案请教一下十二案提案哈、哦，对于财政纪律法，你刚刚才去年才通过而已啊。哦到底你提出的所谓要修法改善方向是什么？好、哦，就华泽，现在华，你知道华泽是什么？你希望的华泽是什么？主要是请那个财政部跟主计总处检讨。这要检讨哪一部分？有什么必要检讨？刚刚通过而已。刚通过。这个华泽有什么要检？华泽在实际讲，他这个。这个所有的预算分类进来都要经过立委同意通过了，这是我们通过的预算哦。这个请财政部说明，因为他之前沟通没有。你这个华泽要你要既然提出来，你要华泽要修什么？来的话，对嘛？那请他说明，你之前同意的。不要了，那个就说明一下，因为那个公务员违法就这纠举，纠举啊，就弹劾而已嘛。对。那现在财政计划上面第十七条就有了，你可能不可能是有任何的作为啊？这个案子我认为是不应该再提的啦，没有了，哎，对了，也蛮空泛的。对，你提一个什么修法方向？你到底你现在你应该讲出他现在这个财政计划哪里有问题？有问题你就委员提案去修就好了。哪有这财务？那要不要撤案呢？撤案了。这样子，这个不是我提的案子，就保留好了，好不好？好。通过有没有问题的？通过有问题。就是有意见我才问。好，那我们保留。有什么花色可以修呢？来，二十一案。二十一案，等一下，来进来。我想哈，因为财政纪律法通过是今年才通过的，而且它对于那个最重就是会去年对是去年通过的哈，那。因为他是最重，就我们公务员还有那个首长都会有弹劾，其实已经很大的罚则了。那执行到现在，我们是可以来看他的成效，是不是的？可以来检讨他的成效。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那个未来的修法改善方向跟制定罚则等事项，可不可以把它做一个修正？我们提一个在文字的修正，是不是可以改成那个检讨成效？留施行后之遵循情形嘛？好，三个月内。好，三个月内提执行成效。执行成效可以啊？这可以嘛？这总是要这好。那修正文字通过修法就不必了。没有修法，它是绩效成效而已的。对啊。好，修正通过啊。可不可以？好，好，那二十案文字再修正，调整一下，好不好？好，
那二十一案，因修正所以尊重。好，修正文字修正通过，有没有问题？这个可以啊。好，二十二，好，二十一案就文字修正通过。二十二案撤案，二十三案柯建铭的提案要不要撤案？没有，不用。二十三案啊，我提的，你那时候要不撤？我是问你啊，我问你啊。他在跟你调情啊。通过，啊，不要不了，我嘛幽默一下。那个跟院长报告一下，因为这个案子哈跟通案八是有关的，因为通案是是把它扩充到财团法。没有，这是主那这个案子是主决议啦，这个跟预算没有关系啦。跟预算无关。那主决议而已啦，建请案主决议而已。妈，这个是柯建铭委员，所以我刚才说要不要撤案，你再问他。来，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地方主要是因为，就是说因为不要超过八十岁呀。我们在那个，应该这样，财委会已经有一个决议了嘛，哈、哦。那委员这边的提案是一个对案，哈、哦，这样修正的对案这样子。照我们修正，照我们这个、啊。照我们这个通过应该可以的，应该尊重，尊重。你去这段怕婆啊，像尊重。对啊，谢谢谢谢委员，因为我只是怕说跟那个前面那个前面那个无效了，换这个了。对，我只是怕他会有那个 OK 竞合的关系。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个不要了，尊重委员的提案。好，这刚才不是我刚才那个过了，已经过了，这过了，这个过了，那个过了，好，这样就可以。院长，好。哎，针对那个柯总召的这二十三案，可不可以发言一下？这个是还没过嘛？哈，这二十三案还没有过来，你说？这边是要放宽，没有错了。基本上，我是支持的。可是可不可以不要用放宽到最后一大堆八九十岁来给我们当这个什么这些东东的哈？可不可以给他个上限，就是不要超过八十岁？八十岁现在年轻人都想要进来说有发舞台的机会，你给他搞一大堆这种这个放宽到这样，实在是。七十岁我可以接受了。好，但是八十岁不要。我嘛，你今晚想不找不要了，那去搞完赛嘛。等一下的，小夸有几挂年龄歧视了，但是事实上是一定不会的。对啊。事实上是一定不会的。是啊，你现在这些哦，我只是说，你放宽之后就很难讲，那些大佬、大佬的大佬，你根本都他要做，你根本就动一没掉了。好，来，陈委员，那个院长好，还有各位委员。这个案子其实在我们的委员会里面就是希望说不要放宽嘛，那你现在又后面加了不在此限的这个部分，你等于是开了后门啊，对不对？不是不是，我觉得事情不是这样做，而且那个业务单位不是说他们可以做得到啊，对不对？你们觉得可以做得到吗？所以就是不要再放宽了啦，因为委员会就是通过就是希望不要放宽啊，啊你现在柯委员又我们柯总召又提出，不是等于又放水了吗？那为了少数的几个人，难道国家真的都没人才了吗？这件事情在委员会已经经过讨论，就是这样子做。你现在又提一个主决议，又要再把它放宽，这不是很不好吗？对不对？哎，哦，请柯委员这个有实际需求了，好不好？啊、哦，委员会决议是什么决议？来。不要超过七十岁啊！对，放宽了。你的助理请面试，或者是这样。这个通常哦，不管哪一党执政的时候，有院长从学术机构来的，或者是走专业的哈、哦，要报行政院同行院长核准才，都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实那个人数会很多，是有一些专案核准。好，就是六十五岁超过一点的嘛，好，那毕竟也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那所以这个部分，这有写专案吗？这有写专案吗？报行政院核准吗？对，就报行政院核准就是专案。这个，但是不要超过七十岁，我看不要八十岁，那不行。我觉得八十岁上限可以的。
不要超过七十五岁。八十岁上限，我是觉得可以。对啦，不要八十岁还在加，好了。啊，但是写出来就是有一些年龄。事实上，这种情形会非常少。是 OK 的，可以的，八十岁上限。八十岁也不会被遐排名啦。八十岁有才华的哦，人家也不遐排名啦。不是不是，像我啊，要写也可以的。哦，不要写了啊！把写下去是怪怪，不得超过七十五岁嘛，是不是？啊，不得七十五岁可以啦，可以啦，没有七十五岁，那个不会被他排名。不过有一点，我们讲真的啦，哦，现在全世界都在考虑要把公务员的年龄的退休年龄提高啦。哦，这个成你是专业的吗？平均岁数已经增加大概十岁了，我们还在六十五岁，很多国家已经到六十八岁了。啊，所以，但是到八十岁是不太可能啦，无人遐排名啊，讲我八十岁要过来这里发威玩啦，做政府的什么部门无啦，要算了，转袂掉啦哦，啊，迄做啊，但是要不要写，感觉怪怪啦。就是很我知啦，都会当到一百位买菜啦吼，但是一般，就是、你也看无无，后来无你甲修正。好不好？好，你修正一下，七十好，看看，不在直线就好了。你要放宽点、欸。好，不得超过七十五，好了，不要超过七十五了哈。啊，你写一下。好，修正通过了哈，没关系啦，这个小事情哦。好，来二四四车案、二五车案、二六车案、七车案、二八车案、二十九，那个院长，我们的。当初的建议是不要超过七十，那你现在如果要改的话，我们就建议性应该保留，不是改主决议的问题。啊，保留，好了，这样保留了，二三案保留了。你保留的投票它就过了，那不是就是无限那个？怎么样？要保留还是要七十五？保留他们到明天礼拜一投票就碾压过去就无限年龄。好了啊，要不要？那如果来陈伟。他只是多五岁而已啦，我是觉得还好啦。你保留的话，到后面就是怎么样？征求各位的意见。陈伟可以，七十五可以了哈。保留，好，那我们保留。来，二十九案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遵照办。好，那我们就通过。来，国库署第二幕哦，是。减了106万，那在相关的业务单位里面哦，有冻结十分之一，哦，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好，我们这个就确认啊，哦，予以尊重，我们就确认30案到33案车案34案。这个一通案处理35案撤案，好，谢谢国库署、户税署。第一幕减列20万，那么第36案撤案、37撤案、38撤案、39撤案、40撤案、41通案处理第三幕。第三幕是减列300万，冻结十分之一，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好，42案，这是委办会，我们就不冻结，但是要减列，所以我们依通案处理。43车案。44车案、45车案、46委办会，我们依委办会的结论处理。来，来，主决议，主决议不处理。46就是一通案处理。47车案、48有没有问题？48同意。好，遵照办理。民进党党团这里。好 ，OK， 48我们就通过。49车案、50案车案、51车案、52文字修正之后有没有问题？要遵照办理。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就通过文字修正之后通过53、54车案，
台北国税局55车案、56车案，高雄国税局，等一下，台北国税局是减列50万，减列50万我们就通过，高雄国税局减列60万我们也通过，第二幕国税稽征业务57案车案，好，北区国税局及所属减列第一幕一般行政10万，第二幕稽征税稽征业务50万，我们就予以通过。那58案车案59，好，来第二幕国税稽征业务委员会冻结税款征收及处理十分之一，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好，这个我们确认。59案车案，第七项中区国税局及所属减列第一幕一般行政20万，第二幕国税稽征业务10万元，我们予以确认。60案车案，第二幕国税稽征业务减列这个是刚才有了吧，减列电子处理及应用中的业务及物品10万元。这不同机关，国税稽征业务一样啊，第一幕东区，那这个是中区国税局，对了，我知道了，他是第一幕减列，第二幕他也减列了，那这个我们就确认。那61案车案，第八项南区国税局及所属减列第一幕一般行政20万，第二幕国税稽征业务20万，我们确认。62案车案，第二幕国税稽征业务减列间接稽征税中业务费之通讯费10万元，电子处理及运用中业务费之物品10万元，我们予以确认。63车案，来进入关务署及所属。来，第一幕一般行政减列基本行政工作维持20万，这个确认。64案车案，第二幕关税业务减列稽征业务中之土地租金346万6千元，我们予以确认。65、66、67车案，68关税资料处理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说明一下。来，郑天才，你这个意思是什么？厂商代表了，署长，关务署说明一下，这个没有，叫郑天才说明，来，提案人说明一下，提案人啊，你说明一下，到底是什么事情？这个违法就违法，哪有20加2还可以进口？啊，这个5加2以上就不可以了。好，来，先说明，不啦，先，这个后面有厂商的问题啊。财政部不能接受就说明嘛，来，是提了什么案子？委员的提案是请关务署就我们那个仪式的部分，因为我们有一些游戏用枪是出口的，是要出口，但是希望我们建立一个游戏用枪出口的资料库，让我们的出口可以不用全部打去验，所以他是希望我们有一个出口的资料，游戏用枪的出口资料库，然后可以去比对，不要让仪式范围扩大，一直挡关的意思。那我们尽量来配合办理。我来说，来，请。很多国家它是符合进口到别的国家，但是我们这边竟然就挡住，挡住很多，是那边可以的，所以我们的竞争力啊一直下降，一直下降。这不是这个问题啊，最近刚刚通过强化盗窃管理条，你知道吗？别的国家可以，你听了，那我们这边用非常严格的，它不是要在这边使用啊，别的国家已经定了，它符合那边的。符合别的国家的，譬如说符合美国的，我们要卖给美国，那我们自己自限，把自己的厂商自限。我只不过是要求他们，你这个部分做这个都不，这个部分你现在还不可以卖给美国，不可以出，不准出口了，不准出口啊，因为有流入，不是这个全部那些管理局最近才通过而已啊。现在这样子啊，现在的症结点啊，怎么可能二十交易？可以出口了，这个可能是生意啦，
就是对方的国家想买台湾的东西，但是我们自己国内的规定不行，但对方国可以，那我们台湾能不能输出卖给他们、啊？可以，问题在这里啦。不可以。好啊，不可以，不可以。所以就没有你所谓这个问题啊。所以要检讨啊。这个法律的问题啊，这个枪炮刀械管理条例规定很清楚。这一波一起，这个会起来刚刚通过、啊。我很清楚了，好哎。好，那个院长，我是想说哈，因为他们官务机关到底我的审验要怎么样有效率，还是让他们自己去发展他们自己的专业？我们现在等于是要要求他用建立资料库来审验这个项目，那我们哪有那个专业说你这个游戏枪，你的审验方法是要去建立资料库来让人家比对？他们的审验，他们要建立哪一种审验程序，应该还是回归他们自己专业嘛？我们还是不要去指定说他要用这种建制资料库让人家比对的方式来审验。我看我们不好，这一案我们保留好不好？五交以上都不能制造了。好，那这个主决议保留，68案保留，主决议69案撤案，70案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来，政委。主要针对那个关务署的这个业务主决议这边呢、啊，哈，那这边讲的是进口的邮包。那现在除了这个毒品之外，我也关心，就是说现在电商的很多的电商进来的邮包，那这么量这么大，你们怎么去查去里面有没有一些不应该进来的猪肉啊什么那个之类的？那这部分我是有听关务署的来跟我简报，那你们这边是要怎么做？可不可以把它写进来？针对一些电商的证据，你怎么查去？这么多的这个邮包里头，万一有这种不法的东西的时候，你们怎么查缉？你们要怎么改善这部分？那个部长可不可以来看一下？那个，我来说明一下。跟院长还有各位委员报告哈，因为那个这个案子主要是在那个所谓的毒品的部分了哈。那邮包的部分，当然我们会经过所有都会经过 X 光检查，去 X 光仪的检查，包含那个。台北的邮包中心，它会所有的都是 X 光仪的检查、哦、那快递的部分也是都会经过 X 光的检查。如果有疑似这个，比如说猪肉或是毒品的部分，那么我们都会筛选出来做一个其实关务署我知道有在做的是说，针对那个快递的邮包，因为那快递邮包就包括一些电商就买了之后进来的部分，你们好像要推这个实名制嘛。然后推说这个订单跟这个提货单要一致的这样的东西，是不是？那这部分是预计什么时候推出来？还是现在已经在做了？现在已经在实名制，现在已经在做了。所以这部分的话是，因为之前看到的是一个研究计划，没有这个部分是不是委员？因为跟这边的这个第70案的。相对比较那个的哈，所以是不是我们可以定案在？你讲邮包嘛，那邮包快递邮包也是，你这边只写进口邮包。快递后，不是我说你这个主决议是在讲进口邮包嘛哈，那我的意思是说快递邮包也包括在进口邮包里面，那针对电商这样订购之后进来的东西，我们里面的啊。一些面膜啊什么，或是到底是不是毒品啊，是不是猪肉啊，这些的时候你怎么把关啊？因为那包裹很多嘛，每个月好几万。那这部分的话，你是不是在这边的决议文这边再去把你说要推的那些快递邮包部分，看怎么样再去再写一个决议文出来，有没有可能？把决议文你们来写啦啊、哦！我们针对70案有没有问题？我们遵照办理。好，那其实我们就通过。那主决议你们来写啊，再修再写，你们再写啊。你可以写，好啦，跟这种你的意思是什么？再写一个。针对快递。Hello， 我们是以个案处理，因为对啦，就是在写主决议，因为这个是曾委员的，我们跟他修正，不好意思，我们再写一个。好，70案我们就修正哦，就通过啊。来，国有财产属及所属，啊，减列100万，我们这个确认。第二目啊，减列80万，这个确认啊。71案改主决议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遵照办理。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知道，我其实我在问民进党党团跟其他的。其实你要把土地来说明，提案人说明一下好了。江天才，有没有？我那是廖国栋了。廖国栋。好，没有问题，我们就通过了。等一下，我问一下啊。我那你知道怎么办理啊？那个。跟院长委员报告，这个只是原住民委员要求，就是把已经划定为原住民保留区国产署管的土地的清册送一份给这个原民会，他们比较容易就是就现有的部分来作业，这个我们可以配合办理。原民会有没有要求啊？原民会有没有要求了？原民会还是依照原住民保留地的相关划设办法去做审查。是公有还是私有？公有的，国产署管有的，国产署管有的。传统领域的问题啊，也不是传统领域。好，我们就改主决议通过啊，72案撤案，73撤案，74撤案主决议，75撤案，76撤案，77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要注意你在干什么、啊？77案有没有什么问题？遵照办，我们遵照办。好，那我们就通过78，有没有什么问题？主决议遵照办理。好，我们就通过79案，有没有什么问题？遵照办理。好，我们就通过3个月，把一个月都改三个月，早就通过，早就讲过，这里面不必烦恼，我们委员会这边会处理。谢谢。那80案撤案，来财政资讯中心，来过来，差不多了。财政资讯中心委员会减列150万，我们就确认81案撤案，82撤案，83撤案，84撤案，85撤案。好，谢谢经管会。好，谢谢啊，部长。谢谢院长及各位。好，谢谢。财政委员会啊，以前是主任，这个还好。对。要告诉，要告诉，要告诉呀。用到以后才规定。1:30。冷点嘛不？因为住宿请食饭。不是啦，中都无啦。对啊，中。谢谢啊，顾主委，来，我们啊，金管会。86案撤案，87案撤案，88撤案，89撤案，90撤案。那么在第一项金融，你们金管会在委员会被减列130案，这个就尊重委员会的决议，我们就确认。那第一目就在一般行政减列50万，这个也确认，但这是。含括在里面上面的金管会的应该是在130万之内的啊。那8788撤案，那金融监理80万啊，这个应该也是就两个加起来130万了啊，我们这个就确认。89、90撤案，91改主决议，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啊，这个访评委。好，那我们就通过92案。92案就是说。是不是改提一个书面为书面报告？好，收会机制之书面报告后时的动支。好，我们冻结1/4八十啦，10%啦，10%啦。好，好，好，提书面报告后时则动支。93案撤案，94、95通案，96也是通案。然后94、95、96一通案处理，主决议97、98、99撤案100，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我们就通过101。没有问题。好，我们就通过。好，谢谢，谢谢顾主委。银行局是你们的吗？对。好，第二项，
农委会的，农委会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啦。来，银行好，银行局啦，拢你诶，你就好个。来，银行局减列128万啊、哦，第一目一般行政减列50万，我们这个就确认啊、哦。那么102车案、103车案、104车案、105车案。主决议106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我们就照案通过107车案。来，第三项证券期货局减列60万啊、哦。108案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是文字已经修改过了嘛？哈，没有问题。好，好，那文字修正之后通过哦。啊，其实这个设备会都是通案了、啊，但是你改主决议是对的。109。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那我们改主决议通过。来，保险局减列200000，110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我们就通过111车案主决议，112车案，113车案。好，第五项检察局减列70万，114啊，那个在第一目一般行政减列50万，这个我们就确认。114车案，115车案，主决议116。没有问题。好，我们通过117，117没有问题。好，我们通过118车案，119文字修正之后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文字修正之后通过。那融资裁员调度部分，车案 OK。好。来，那个等一下，等一下，那个政委，你那个主决议啊。好，那等一下我们来处理哈。好，好，那等一下，好，来换下一个委员会。交易好，政委也写哪一个主决议？就是刚才啊，刚才那个电商那个。那个邮包的。哦，这样子。交易来，交易来，交保了。罢免，罢收一个决议。还好吧，通案应该在追吧？啊？撤的差不多了。促销我们的吧。不会，没关系，那个还好，还好了，私底下沟通一下就好。私底下跟他们沟通一下。好，我也传的差不多了。您对啊，林总总，林总总。院长好，院长好，我们中研院周副院长。院长好，好好好，好辛苦啊，好，好，好。那个中研院拜托廖院长不协工，中研院廖院长不协工，现在经费不够，中研院好。院长好，我们中研院院长。经费不够，今天我要破单啦，来你啊，我在你啊，哈。好，我们进入总统府主管。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啊、在第五项中央研究院是简历国内理会100万，我们就确认啊。第一案，对呀，开始了。第一案，第一案啊、改减列1500万元，众员没有什么意见？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因为我们这个人事费下面的研究人员哦，就像研究团队的队长，那下面的队员像研究助理跟博士后都是用业务费来聘用，这个是人才培育的一环哦。好，那我们改冻结，冻结1/10提书面报告，看看你们的绩效嘛。这个副院长，你可能比较不了解，提书面报告来，立刻就解答。好，但是你要说明你们用人是怎么用，这样子哈。好，我们第一案改冻结1500万，把冻结1/10，冻结150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第一目一般行政，第二案车案，
第二幕三四五六七撤案。第八案，学术发展及交流合作，这个是统是不是统三通三的部分？是不是通三的部分？这不是通三的部分，那个主计总处。这不是。好，那不是的话，来，没有关系，动辄五百万提书面。好，动辄五百万提书面。那第九、第十、十一、十二撤案，来南部院区。十三案、十四案、十五案、撤案十六案，这是不是那个通案？好，不是。设备几通？这是。那是我们十六案一通案处理，好，因为动辄没有这个要通案，它是简略的啊，所以十六案一通案处理。第五幕非营业特种基金十七、十八、十九撤案 ，OK， 好，你们结束了，谢谢你们。现在请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哎。你们为什么这么多？好，来啊、哦，院长嘛哈、哦，谢谢啊、哦，来。那么国立故宫博物院在委员会第二款的税入啊、增列一般赔偿收入一百万，第三款原列九亿三千九百九十八万，增列一亿一千零一万六千元。第四款财产收入增列一千五百万，第五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增列七百五十万，第七款其他收入增列三十三万。针对税入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委员会的决议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确认哦，哈。好，那我们就确认增列啊。刚才我所宣读的这几款，那么再来第二十案撤案、二十一撤案、二十二案撤案，进入税出部分。税出在委员会减列一千零五十万，动辄七千七百四十八万三千元。我们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就啊确认提书面报告啊。来，第二十三案业务会冻结三百万，我们并入啊总冻结的七千七百四十八万之内，然后提书面报告。二十四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啊，没问题。好，那这个我们就改主决议通过。第一幕一般行政减列五十万，并入总减列数一千零五十万。哦，没有。这是一般行哦，对对对，这个是并入总体啦。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总体就是一千零五十万，你作为五十万的减列，我们就并入那里的啊、哦。好，来二十五案改减列五十万，这个就并入那个一千零五十万之内了啊、哦，好不好？这个就不必减列的啊、哦。来第二幕。二十六，来第二十六案，减列五十，设备系统。好，这个一通案处理。二十七案撤案，第四幕二十八案撤案，第六幕二十九案冻结一百万，并入原冻结数啊七千七百四十八万里面，然后提书面报告。好，三十案撤案。第七幕三十一案撤案，三十二案撤案，三十三案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改组决议，书面报告。可以，
主决议就是书面，主决议你就没有书面报，它就主决议而已。好，好，你就依主决议的内容来处理就好。哈，好，没有问题，我们就通过34案车案、35案，有没有问题？啊，遵照办理。好，我们就通过36案，遵照办理。终于，预算数是9亿多，9亿3900多，不是9000多。第二，是第几案？36案。我现在好，36案。遵照办理。但是36案好像有一点错哦。第二案的数字。那个数字哦，它可能是这个项目里面的这一项而已，这一款而已啦。它有写全部吗？使用归位收入场地设施使用会向下编列9629万3000元，是9亿3，哎，9亿3900。但是这3629万是什么项目？没有的，对的。它是叫100年度10亿。减少1亿，所以不对哦。对对。所以你们要不要看一下36案有没有什么问题？嗯嗯。文字不是文字错，是数目。你去跟他们数据啊，数据啦，你去。他们感情的部分跟他们家里额外的证券，就让他们跟家里。不是啦，这个现在就处理嘛，你拿去给他们。预算书对一下啊。你们要看哦，你们自己要看。不要一直没问题，没问题，到最后全部数字都错。像你们那个33案，刚刚说没问题，可是你自己去看了一下那个文字乱到什么地步，那个以后都是我们哦立法院的那个乱写被人家拿出来。12万4000元。所以那个数字是错的哦。对对。那个国民党党团这里那个文字，我们要不要修正一下？那个数字是错的。是九亿，不是。陈道明写错了。你拿去给国民党党团看一下。好，我们就修文那个数字修正啦。那主决议的部分应该没有问题啦，哈。数字啊，就是文字修正啦，我们帮他修一修就好了。好，文字修正哈。好，那36文字修正之后通过3738车案。好，谢谢我们。好，来换教育部主管。哎，来，哎，部长啊，谢谢哦，你亲自来，潘部长，哎，院长，哎，各位委员好。好，教育部主管，那么在。税出没有税啊，就税出部分啊，委员会简列第二目，简列第二目高等教育共计1000万，冻结第二目高等教育啊共计2亿4000万，我们尊重委员会的意见，冻结的部分提书面报告之后使得动之，部长这样有没有问题？好，我们就确认。来，39案撤案，40案改主决议，有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好，那我们就改主决议通过。41案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你们那个文字改一下，你们已经删到文字不通了，稍微把它连结一下，好不好？就是文字把它顺一下。就是、你的第一段跟最后的结论中间没有连结了。好，你说41案吗？41了，好，41案，我们修正文字更顺之后哦，啊，我们修正通过，好，好啊，你们请你们的赶快，赶快把它润饰啊，赶快写一下，好，来，一般行政啊，42案到52案全部撤案，那进入第二幕，第二幕刚才我已经宣读过委员会的决议啊。我们进入53案，冻结1/10，那个洪金兄，并入冻结2亿4000万之内，然后提书面报告给您。这个哦，为什么要这个哦？我这个也要让部长了解哦。他现在其实这个，我们现在当然多元化，这个是当然是减轻学生的负担哦。可是你相对的，
你会造成的就是说有资源的家庭跟弱势家庭哦，那个隔差就出来了，这也是事实问题啊。你现在变成你有资源的那个学生可以到外面多去找一些各方面的那个资源进来嘛，啊，你弱势的家庭根本就没办法。这个就是总统蔡英文总统在青年论坛特别有提过的嘛。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部分究竟我们要如何来避免这个问题的产生，像弱势学生的问题哦，因为你过分的强调这个校外多元的表现，校外多元的表现的话，你没有一定的资源，你如何去做校外的资源表现？啊，这个蔡英文总统在青年论坛的时候，就青年学生就提出同样的质疑在嘛，啊，所以这个部分真的很重要，哦，这个冻结只是形式而已，真正的话是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才是重点。好，那部长李委员讲的这个问题，就请教育部严处，好不好？好，来那个政委，坐监。好，就是因为我一上任的时候，也花一个月去这个修改那个学习历程的那个里面的一小部分了哈。好，那主要是我们政府花了400多亿哈，在推这个108课纲，然后里头学习历程这个很算是很重要。而这个学习历程我们全台湾的老师、学生、政府花那么多经费跟力气下去做的结果，它只是为了这个申请入学。可是因为申请入学，事实上这个最后呢，学生都准备好去口试啊，去干嘛？最后他只能填6个志愿。好，他花了那么大的力气，2年多的时间，最后申请学校的时候只能填6个志愿，而且在口试的时候，这6个志愿常常又同时间又冲堂，就逼的小孩呢，我花那么多力气啊的结果，我最后一个学校都没有，然后要重考，就发现重考的时候呢，这指考的比例又很低。好，所以这边就出现说，这个前面花那么多力气，可是最后呢得到的结果其实是小学生呢高中生没有学校念，因为他就把那个口试的时间都排在同一天，好一些热门的科系，那这样是到底要逼小孩变成怎么样？那所以要去重考，所以你看这个重考的人数这几年这个比例很高哈。那所以我这个问题我有稍微深入的研究，也跟高教师师长当面讨论了很多次，就发现根据我们现在的法令哦，这个申请入除了那个繁星的话是15%的名额，对不对？然后那个申请入学是多少？45%。45%，然后指考呢？45%嘛，是不是？考分是40为原则。繁星15，然后呢？繁星15，申请45，考试分发40。45嘛，各45是不是？是，考试分发40。好，我懂，好。这个繁星15，然后申请入学是45，指考是40。如果我们政府照这样来做，其实也 OK。我如果前面没考好，我就去考指考。可是结果呢？高教师这边做了一个事情，就是呢，在每年的3月的时候，允许这个各校去提说，我的这个申请入学比例要增加，哈，然后增加到50、60、65都有，我看了那个比例。的结果呢，那指考的人数啊比例就变得很低，那个申请的机制是高教师这边在做的啊，那高教师怎么做，这边是希望他要这个公开透明，而且不能允许学校，他是用整个学校的名义，整个学校来申请说我要提高，有的提高到像清大提高到65%，所以去年的时候清大的这个有一个系电机还是什么系，只有4个名额的指考的名额，所以这边呢，如果不改我们原来这个比例的这个原则，15%、45%跟40%的话，其实那个家长这个团体是不会抗议那么多的。问题是出在你这个环节，你们高教师这边在做这个审查，这边放水这部分做的不透明，而且那个比例就把让这个学校整个学校这样来申请，那个比例其实如果公开给媒体看就知道了。所以这个高教师这边做了一个类似放水的动作的结果呢，让这个指考的比例就变得很低很惨，就很多学生念了半天哈，学习历程很好，弄了半天，最后只有6个志愿，口试的时候排在同一天，那最后逼的就要去
这个重考，甚至有些学校其实常常会要有学生跳楼的，那都封锁消息，我知道了哈。总而言之，我也当过学生的家长，所以这一块我希望我待会要补一个决议文，希望这个高教师在审查那个让这个这个大学进来这个申请说我要放宽这个申请入学的比例的时候，那边不能太腐烂。那边事实上是有点黑箱，有点就是便宜形式。好，好，这部分我要写个决议文，那希望好，你写决议文，你写决议文。好，那么好来，那我也附议我们刚刚郑委员的提案哈，因为我很简短的说明一下，因为其实这部分司长高教师司长哈。前几天到我办公室来的时候，我也有跟他提到这个问题。其实甚至有一些科大专的科系，他们的名额甚至他们的那个申请入学比例可以甚至高达70%。所以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因为你们用的是平均的平均值，那这个是不对的。你们一定要每一个科系都要有个上限，就是不能超过那个部分，因为指考还是非常重要哈。尤其是对于弱势的家庭，我们不是说透过繁星，我讲就是一般的，好，就是考试进来，因为要不然的话，这个是会造成更多的阶级的这样子的一个 M 型社会里面，非常弱势的，对，进不了好学校，所以才会大家现在都在讲，公立的大学进的都是中上阶的家庭。中下的都进到私立大学，而私立大学的学费又比较贵，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请教育部在这边要严格的把关，不是用平均值，你平均值就会让那些有些科系就让他的那个就是那个申请的入学的就可以靠他70%，这是所以真正名额释出可以让大家用公平竞争考试进去的名额就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这个是非常不理想的。那这样子的哈，我再讲一句话，就是申请就是要放宽这个申请入学名额，是用全校啊，清大我就来申请，整个平均额要增加60%，怎么样？不可以，要用各科系，好，所以我们要改成用各科系。这样子的哈，好，这个问题教育部都知道了啊，那部长能不能他们会提主决议，你们？用书面把它说明清楚，那该改进的地方就改进，好吧？好，把会大家一起看哦。那洪金兄，你这个冻结能不能并入，就是委员会之内？那他们的书面报告就会送给大家嘛？没有，并入是可以哦。可是我的内容，当然会针对你的内容提书面报告，一并回答了。好，那这样子了哦。那个53案就。并入委员会的冻结数之内，但提这一个特别提案的书面报告。那54案车案55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那我们改主决议通过。56案我们也并入那个冻结数，但就是提黄国昌委员这个书面报告的内容。好，好吧，可以吧？可以。好，他一定对，他是冻结。是的。好，可以吧？啊。来，57案也是并入委员会，但是一样提书面报告，好，好，来58案车案50，那个提书面报告啊，因为我们他要冻结嘛，那并入委员会的冻结提书面报告嘛，来58案车案59案。59案能不你要减列6,170,000元，原来是减列10,000,000呐啊，这个经费要不要减列改冻结啊？提一个报告给你啦。这边我也说明一下，让大家知道了哈。就是说这个高教师这边也是为了要推动说学习历程，然后考召大家来这个申请，就是这个这个。辅导我们的大学的这端能够口试的部分能够更符合未来的这个需要。那结果在2018年的补助30个学校，每个学校是243万。那2019年现在预估要补助62个学校。那这个学校是不是重复了？你现在全台湾的这个大学那么多，你到底是针对相同的学校继续补助呢，还是补助新的学校？
那这部分就是如果是旧的学校你干嘛一直补助他，那是不是这个钱是有点浪费的啊？那这是我的疑惑，你没有全部辅导，那你辅导继续辅导是不是有重复的？好了，我们并入简列1000万之内，但提书面报告给时代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好 ，OK， 好，来60案撤案，61案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61来啦，你们哈61啦80，你们的案全部都断头，哈，文字再把它修。你这个很简单修，你那个总上不要划掉。好，然后后面划掉到教育部应收集，按那叫我主持，叫我一楼连结。你们的案全部这样，现在赶快全部所有主决议都去修。好，那个陈委，我们就修正文字让它顺了，不是它原意没有改。是，好，修正之后通过62案。删掉以后就断头了。62案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那你们要修正的文字要赶快修。好，来63案到75案都撤案，我们进入第76案。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改主决议通过，77案撤案，78案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政委员这里，政委员写得很好，没有问题啊。78案，他改主决议啊，那就没有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谢谢，我们就通过79案，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我们就通过80案。没问题。好，我们就文字修一下哈，80案有问题。80案刚才管委员说你那个文字顺一下了哈，有人在处理，那顺一下，我们就修正通过啊。好，那81案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我们就通过82案到87案都撤案，进入到88案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那89案将补助会依通案处理，90案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我们就通过91案改主决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我们就通过90案撤案，93案改主决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94案撤案，95撤案，96撤案，97案改主决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我们就通过98撤案，99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好，100案改，好，来100案改主决议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好，我们就通过101案撤案，102案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103撤案，104撤案，105撤案，106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我们就改主决议通过，107撤案，108改减列100万元啊，这个一委办费啊，这个比100万还多了，我们一通案处理。109撤案，10通案，通案啊，一通案处理，11通案，一通案处理，12撤撤案，113通案，一通案处理，114到116都撤案，117委办会通案，一通案处理，118一通案处理，119国际两岸教育交流，这个是不是通案？不是，不是。那改减列300万有没有问题？可以，好，我们可以办理，可以。好，那我们就减列300万通过，120案。减了100万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点啦，这个才减了100万，10%啊。这部会比起来删很多哦。把他们未来总计总处要整理这个倒掉246亿哦。对，好，120减了100万没有问题。121案，冻结1亿，我们就并入原冻结数提书面报告，好不好？好好，并入委员会的冻结数，好，然后提文字修正，好，不提书面报告。122一样是并入委员会的冻结数提书面报告。123撤案，124减列500万，有没有问题？跟这什么，这可不可以来支持啦？因为这一部分确实，我们台湾现在真的要跟国际学生有更多的互动哦。好，那我们改冻结500万，并入委员会提书面报告。是，谢谢，谢谢。好，那125撤案，126冻结800万啊，这个也确实有问题。这个跟第124冻结，这是冻结啦，冻结啊，你们要看一下。跟什么？因为它原来只有1000万左右，太高了。OK。冻结10%啊！好，
我们冻结80万，并入不必冻结，并入委员会的冻结书提书面报告。好，谢谢院长。227案撤案，128撤案。那主决议的部分来，主决议的部分蛮多的啊。啊，来129文字修正之后有没有问题？没有。好。就是129、130、131，主要是针对，因为这次我的任期快到了哈，没有机会来这个提案修法，就是总校长的问题，哈，教育系统的总校长。啊，不好意思，就是总校长啊，全的高教授提供资料给我们，总共大概7个教育系统的那个总校长。那虽然有一个大学系统组织及运作办法。啊，那里面规定说校长不得连任或连任次数哈、啊、之类的。结果呢，从一开始设立这个大学的这个教育系统到现在，没有人去检验这一块。那例如像吴清基，先生呢，他就是担任其中的一个教育系统，就 N 年了哈。那还有其他的这个一些我不要指名啦，就是这个教育系统这边哈、啊、的校长。啊，到底怎么选啊？那怎么来这个连任多久？那他的这个薪资给予是多少？整个这一块完全没有人来关注过哈、啊。那我们现在是希望这个高教师这边把资料整理给我们之后，那第一步先看目前的这个总校长的任用，还有他的薪资是不是有符合目前的这个法令。好，那我们先做这一步。那之后如果觉得这个运作有问题，因为感觉上是各系统在各自在这个运作啦哈，就是那个规范并没有很统一。那如果日后在新的会期如果发现目前的法令不够的话，我们再来修改哈。好，我现在先做第一步，说这三个提案就针对请高教师提供资料。好啊。来129文字修正之后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我们就通过130文字修正之后没有问题。好，131没问题。好，那我们132配合办理。好，我们就通过133再听一下院长。好，针对132，因为也是我提的哈。他们都皆支持啊。我知道，我知道。那我这边也是提醒一下。不是，抱歉，抱歉。啊？哦。不好意思，院长，抱歉，因为132是涉及到教育部组织法了哈。好，那来，132来。好，主要就是其实这个会期我本来也是要推这个，那柯总召其实本来也答应的哈，就是高教师的那个师长啊哈，不是高教师，就是教育部这边的师长，只有其中一个资料及什么科技科学那个师是可以得借调至。这个学界或其他的这个哈，那其他的师长从2007年以来都是从基层的公务员身上来的，延役的，好，我们就改延役了，好不好？延役他的可行性，你不能主角也不能要求他要这个组织法的问题了，改延役修正了，请他们提出来，好，延役就直接就是延役就好，这不必提出来，我们就直接修正延役了。科技部一样，就是高教延役要能够好不好？借调至学界，好不好？好，我们就改延役了哈，好，增加延役，好，那修正通过13一样。是不是也是延役啊？改延役是啊，改延役，我们这文字修正通过了啊、哦，要赶快改哦，好，好，赶快改。然后134，没问题。好，我们就文字修正通过。135，没问题。好，就文字修正通过。那未来都是李鸿金委员的啊、哦，能通过就尽量通过。136是啊，我不行了。来，一样。啊，来136，暂停。135这边，我想他已经不是文字修正，跟你通过了啊。对啊，不是，我想问一下，那原额后来有没有提供？就四所资安硕士班研究所那时候没有新增原额，后来我们的进度是怎么样？我是不要谈了，好不好？因为我们针对这个有关的啊，他会回复你的文字，你已经通过了，报告了，好不好？他会跟你报告啊。好，136来，136我们配合办理。136呢？配合办理，没问题啊。没有问题哈、哦，好，好，通过137，对、啊，
你们事前都要看的，是的，是配合办理。可以哦，一三七好通过，一三八配合办理。好，我们通过一三九。这个文字能不能改一下哈？是这个部分，我做一个文字上的修正哦。一三九吗？是一三九。好，来。好，那个在第三行的部分，建请教育部应立即通令，立即通令四个字是不是删减改成检讨？好，立即检讨。是，那下一行，不好意思，抱歉，下一行那个教师需以补充教材形式，建议这个是删除。好，然后最后是倒数第三行。并删除台湾主权为了等等，我们是那个删除两个字改成检讨。好，好，那文字修正通过。好，谢谢。好，那一四零，一四零，配合办理。好，那就通过一四一文字修正之后，没问题。好，我们通过一四二文字修正之后，没问题。好，一四三文字修正之后，没问题。好，一四四。配合办理。好，我们就通过一四五，配合办理。好，一四六，配合办理。好，一四七，文字修正后没问题。好，我们就文字修正之后通过一四八，没问题。好，文字修正之后通过一四九，没问题。好，文字修正后通过一五零撤案，国民级学前教育署冻结第二目国民级学前教育共计6000万元。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一五一、一五二撤案，一五三，冻结150万，我们并入原冻结数提书面报告，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一五四改减列10万元，就不要减列了，三百块。撤案了啊？怎么样？好，撤案，谢谢。一五五撤案，一五六撤案，来第二目，国民级学前教育冻结高级中等学校教育500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学前教育1000万，提书面报告使得动之。总共冻结600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一五七案撤案。一五八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我们改主决议通过。那么一五九改冻结委办会依委办会处理了啊、哦，依委办会处理，依通案处理。一六零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改主决议通过。一六一撤案，一六二撤案，一六三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通过。一六四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一六五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我们就通过。一六六之一六九撤案，一七零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我们就通过。一七一洪国亮。冻结能不能并入原冻结数，然后提书面报告？这个我稍微讲一下了哈，这个讲了我就不爱再讲了。好，王毅，你等我讲，王毅，你等我讲，你讲。我难当了。这个哈、哦，这个是这样哦，这一次的选举哦，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候选人哦，总统候选人都提这个0到6岁国家养，那其实。真正能够去务实去落实的哈，其实就是我们的公寓了哈，公共托育的。公托。这啊，这个这其实这个文最主要也是在阐述的也是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的少子化了以后，国中国小的闲置教室的活化，那闲置教室的活化，我们究竟要如何去活化它？那当然就是说最直接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做成公寓托育。那现在公寓托育，因为其实第一它数量少，然后现在的私域托育年轻人又付不起学费，才会导致这一次为什么大家都是候选人都在讲这个问题，都会提出这样的政见。可是你国家养要国家养，你总不能只是给钱而已嘛。那重点是在于我们的教育往下延伸的核心点就在这个地方。所以现在我们如何来活化教室？活化教室以后，那现在我们将近多少12000多间嘛，那12000多间的多元化的使用，那我们就把它盘整出来。盘整出来以后，现在还有一个盲点，就是说各县市
你现在各县市里面你必须要把它统一化。什么叫统一化？就是说你去这个教师的去那边幼儿的他的薪资终点费，你不能台北市的跟台东县的你不能落差太大，这个是基本的原则嘛。然后还有一个盲点就是说寒暑假，因为你双亲家庭为什么要去托育？托育的话就是没有寒暑假的问题。可是那当你在活化教室的时候，这个国中国小他们是有寒暑假的，好，所以这个也要去克服它。那把这一些全部都去把它克服了以后，包括你蔡英文总统的政见里面，你就很多就可以去落实它。我要强调的是这个问题，好，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现在教育部必须要去努力来去处理的问题。而且这也是这一次在三个候选人总统候选人里面都提了同样的0-6岁国家养，0-6岁啊，那个只是口号而已啊，真正要去落实就是要朝这个方向。部长对不对？是。你觉得你们有办法照这样的逻辑去做出去好好的去整理出一套这样子去落实的方向，这个才对了。好，那这个李委员讲得很对了啊，我们就请教育部来针对李委员的意见啊，来提书面报告。那冻结我们就依委员会的冻结书啊。好，谢谢。好，172一样啊，这个啊依委员会的冻结书提书面报告。173改主角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好，174车案。175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好，我们进入主决议。176文字修正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我们就通过。177文字修正之后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我们就通过。178文字修正之后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179文字修正之后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我们就通过。180配合办理。好，181我们就通过。181配合办理，我们就通过。来，提议署提议署到了吗？好，部长代替提议署长啊。好，182撤案，来第一幕，来183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我们就改主决议通过。184议报。186撤案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撤案没有问题啦啊。187委班会，一委班会处理啊。好，谢谢。通案处理。第二幕一般行政188-192撤案。193主决议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我们就改主决议通过。来，青年发展署。青年发展署冻结第二幕青年发展工作第一节青年生涯的辅导400万元，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我们就确认。194啊撤案，来国家教育研究院。195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院长，这边我做文字，好不好？是文字做一个修正，好的哈。好，你文字修正是跟你念一下来。这个提文的倒数第四行。从责成国家教育研究院检讨相关人员疏失及责任这个几个字删除，改成检讨相关人力及业务。好，那陈委员可以了哈，原意没有变啊。是196嘛，对不对？195，好，是195没有关系。好，那你把这个文字修正稿送给教育委员会这里，好，我们就修正通过。196改主决议。没问题。好，我们就改主决议通过。197全数简略。这个有问题。好，来。196一样有相关文字呢，跟你那个195要修的文字一样，相关人员疏失那个，你不改吗？196跟195一样哦。我刚刚就是在提醒部长196，你这边。你改的主决议有讲要要求要这个检讨相关的。来了，你196195，你赶快做文字修正啦。对，好，赶快你们幕僚，谢谢。要提醒院长，要提醒部长，好，你们把文字修正一下，
好，赶快送过来196好，那谢谢197也一样，做个文字修正哈，是谢谢。快讲一下，你是要讲197好，就是为什么要全数简列，就是这个预算。先对，好，好，那就修正通过196就修正通过19也一样哦，那197好，很快讲一下，就是这个也是预算中心指出来，然后我们也听到里面的成员跟我们在算是类似检举啦，他是说这个里面的编制的人员就跑去外面兼差，然后呢又编了一大堆那个这个费用，临时人员费用要请外面的人来做，所以这个单位倒好像有点非常的这个蛮奇怪的啦哈，那所以前面那个其他委员也提了哈，所以为什么要这么多的临时人员哈，8000多万来做事情，然后你们编制内的30%也跑去外面兼了一些业务哈，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管理上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哈？所以这是预算中心指出来的，那内部也有人员跟我们反映，这样子的哈。这个不要简略啦，但是他们要说明，哦，不管是预算中心还是跟政委反映的事项，你要说清楚。如果有的话，你们要检讨改进啦。好，哦，啊，你们这个就提一个书面报告了。那书面报告他检讨，他怎么会检讨？你跟他简略，他才会怕啊。不是啊，简略你就没有预算了，简略就没有预算，不然你冻结了，不然你就冻结好不好？冻结。好，冻结十分之一。可不可以简列一下嘛？你这临时里面那么多钱是什么意思啊？8000多万呢，已经里面编制内已经有很多人跑去外面兼差，这个蛮恶名昭彰的。这个不是的，如果有这样子，你们就是要提出检讨报告嘛。有这样的状况，你就要改进嘛。那部长知道这个问题，这个单位的问题。我了解哈，我跟委员报告了，但这个比较细节还是跟委员提到，因为确实过去。研究院里面本来就有很多是属于要协助做研究的这些临时的助理人员哈，哦，那当时因为整个改变是由派遣人员，现在改成各机关都是走自雇的方式去改变这个人事制度，所以这个费用其实并不是增加，是过往我们所需要的这些人力啊来做一个改变。那委员所提到这些人员的业务办理等等，我觉得我们来做一个检讨跟提书面报告。什么？费用可不可以删减一下？意思意思，吓他一下。临时费啊，变太多啦。对啊，一些人事费，你那台都有人失业的时，这个时候我们不敢在这里做。是他根本还没有的，请他们检冻结是他们检讨冻结，请他们检讨，然后要求他们对于刚才不得有所谓的什么啊兼差啦这方面的问题，这个是本来就人事管理的问题啦。你把它简略掉，这个，有的还没聘呢，啊，他只预计要聘临时人，就少聘一点啊，简略1000万，不是，就是说要缩编或者是什么，他需要有一定的程序，不是，那我们在这里哈，他还没聘临时人，他是还没聘的吗？对，还没聘呢，还没聘吗？聘了没？对啊，这个都是现职的，我们在这里一三啊都一都我们在被叫上招楼，你知不？这单不发都底下做这，啊，所以的叫人做检讨，人力冻结之后，他一定要提三个月内，他就要提书面报告。对啊，就人事合理化提出书面报告。冻结啊，不然你现在哦，如果把它简略，一定要临时人要解雇了。对啊。要求冻结比例高一点，可以吧？好，十分之一。好。冻结十分之一。这个我插话一下，你们改的文字一样不通。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你们私底下沟通了，不要我们不要在这边再检讨那个文字啊，哦！你们赶快不通的地方私底下来问一下管委，好。不好意思，院长，请问一下，待会中午会不会休息？我们后面的委员要我们会休息，我们会休息。休息我们这审完就休息了。好，我们教育文化审完就我们很快啊。哦，然后198-200案撤案，那教育部哈，哦，还有一个营建署的决议案哦，是这个，那个部长你看一下，就是277黄国昌委员的提案哦，就是那个政委，就是昨天讲的那个，是营建署还是教育部要处理？你们看一下，教育部看一下。就是住宿的那个问题嘛，
有没有你们有没有问题？委员报告哈，只是我想，因为这个部分，如果我们把那个办理的事项跟里面几个内容做修正哈，我想我们做一个调整后，是可以同意。好，你就那我们就授权教育部调整，来做个文字，好，文字有修正，这文字再给教育部调整，是是，好不好？好好好好好，有修正的吗？对，修正啊，修正，但是我拿这个是不是没有修正的？哎，赶快，可以这个啊，好。那如果修正这样的文字，你们就接受。就是、好，那我们就修正文字，你们有没有看？来，拿一份给民进党。来的，我这一张给你看，打，你看一下，来，看一下可不可以？好，我们请这个我们私底下处理。Okay, 好了哈。好。在反正文字论事嘛，民进党党团同意就可以了啊、哦。好。来，我们现在就请原子能委员会啊，好、okay, 哦哦，潘部长，谢谢你啊、哦。好，谢谢院长，谢谢各位委员，谢谢。是哪一案？这是文字修正。把它就照他们修正就过了，啊、照管委员同意就过了啦。人家国民党不会有意见的，好吧？好，只要。民进党这个 OK 啦，好 OK， 我们就没有好，那就通过啊、哦。用仿品，好，那这个就通过哦。那个这哈、哦，好好好，这个是通过，所以那个是277案的引荐就通过啊、哦。来，来，原子能委员会来。要修完这一本。不，这很快很快很快，两本就进。我好，不要问我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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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那赶快来，原子能委员会，我们二增列啊，增列华金华园30万元，这个就确认。那么201车案、202车案税出部分在，在委员会是冻结大陆地区理会364000元。这个冻结的部分，我们改一通案处理，所以这个冻结我们就取消，因为你我们都已经减列40%了，所以这个冻结都没意义的哦。好，那来第一项冻结200万提书面报告哦，这个确认。203改主决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我们通过204改主决有没有问题？报告院长，那203、204是属于那个通山的，是不是？啊、是属于通山的项目，所以、这个、把通山改主决议，你们也要接受啊。好，通山跟就是不冻结不减列，是，但是他有主决议来建议，对 啊你们觉得那个主决有没有问题？这样而已。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那204呢？好，那两个我们就通过啊、哦。一般行政205、206车案到210都车案，211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改主决议通过。212到214车案，215冻结100万提书，哦，这个是统三一统三处理，215一统三处理，218车案，216车案，217车案，1218车案。进入放射性物料管理局冻结100万元，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这个确认。来，219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配合办理。好，我们就通过。220、221车案，222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配合办理。好，223、224、225车案税入部分，好，那个核能研究所。那个222是要改书面啦，因为它是专案报告、哦。哦，改书面，对，要改，所以改书面不是专案，改书面。书面所有的专案报告的都专案报告，除非有特别要求，都改书面报告。好，好，好，222哈，主决议这里面哦，改书面报告。来到225，那核能研究所税入部分啊、哦，车案税出部分227车案。228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我们就通过229车案。好，谢谢你们。现在请文化部主管，谢谢啊，哈，啊，好。文化部主管结束就结束了啦，还有一个科技部，还有一个科技部，很快啦，啊，没哈，还很快了，再问一下，应该处理完了。
处理完，处理完。对啊，对啊。等一下，剩下一百案而已。一百案。好，来，谢谢郑部长。来，文化部主管税，230案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好，我们就通过。那么，文化部在委员会被冻结4350万元，我们提书面报告之后，使得动之，哈，哦，这是总数啦，哦，231撤案232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啊，遵照办理。好，第一目233撤案，那冻结的部分全部纳入总数的4350万了啊，所以我们就不再在第二目的所谓冻结100万里面，那就纳入这个是整体纳入并入那个委员会的冻结4350万了哈，所以这个就纳并入啊。234撤案235业务会这个并入委员会冻结的4350万，提书面报告啊。236一样哦，委办会这个不只是冻结，这个要简略一通案统三哦，通案处理。那237撤案，然后238该组决议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好，239撤案240冻结的部分并哦总数里面提书面报告有没有问题？可以了。报告院长，这个是不是不要全动动一部分？不，我这样讲你还听不懂。哦，好，并入大项就不会全动。好，并入大项了。好，谢谢院长。好，然后提书面报告。好，241到244全部撤案，245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好，246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好，247到251撤案252。这个一通办处理，253撤案，来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业务，这个也是冻结在所，就是文化部全部的4350万之内了啊。好，来我们进入254撤案255撤案256，通案一通案处理，257。并委员会提书面报告，然后258至260撤案261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好，262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好，我们就通过263撤案264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好，我们通过265撤案266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啊？266遵照办理。好，267到270撤案，第五目271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报告院长，271可不可以建议加一个字？会同行政院暨相关部会。好，文化部应借鉴国外经验，会同行政院暨相关部会，因为它涉及跨部会。好，那柯总召说可以。好，我们就通过。来，272。这个通案273至275撤案276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好，277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好，278撤案279那能不能纳入委员会总数的冻结数提书面报告，好不好？好，好不好？政委可以哈，对，279，好，就是并入委员会的冻结，但他们要提出书面报告。好，280撤案281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文化部281，遵照办理。好，我们就通过282撤案、283撤案、284，哦，这个并入委员会的冻结数，但提书面报告有没有问题？好。好，那就这样办理。那285至291撤案，292撤案，293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294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好，295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好，
296车案，297改组决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298改组决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好，299至303车案304，这个并入啊、哦，总体的冻结数提书面报告。好。好，305至311车案312都通案处理，313撤案，314通案处理，315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好，316至318撤案，319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好，320撤案，321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好，322撤案，323撤案，324是怕不是，这个是多面向扩展文化外交，这个是有没有通山，有没有纳入通山的项目？一部分。那这样纳入总体的冻结数4000多少？4000多？2000万？不是的，就是所有的4350万之内提书面报告。好，325撤案，326改组决议有没有？好，327一通案处理，蒙藏文化中心业务328通案处理，329通案处理，第十目车330车案组决议331。文字修正之后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好，通过332文字修正之后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好，333车案334主决议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好，我们就通过335车案、336车案、337文字修正之后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好，就通过338车案。那所以好，文化资产局文字局车案339车案。税出部分文化资产局340车案341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好，我们就通过342车案343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好，我们就改组决议通过344车案、345车案、346车案、347车案、348车案、349车案、350改冻结1000万，我们纳入总体的委员冻结数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哦，到不同单位。那冻结1000万，我们冻结1/10，冻结1/10改提。报告院长，因为那个影视局他没有原冻委员会原冻结案。好，那是不是因为目前的提案是冻结额度哈1000万？因为他这一笔完全是颁奖典礼金钟奖，没颁奖典礼，他1000万比例会太高。这样子的颁奖典礼是不是可以再好冻结5%，冻结5%提书面报告后取得通知。抱歉，因为院长，因为7000万5%就影响颁奖典礼，因为颁奖典礼3金的颁奖典礼，它有固定的，就7000多万都是颁奖典礼吗？对，它完全就是颁奖典礼，这笔业务费因为会对业界啊，车委员要不要车啊？拜托委员，因为颁奖典礼影响到所有国人，就制作单位跟所有国人对于颁奖典礼的这个参与，车案呢跟收视，好，那我们就车案了，谢谢，好，感谢委员。啊，主决议要怎么写？不要写啊。你又请你颁奖，反正就撤案了，这金马奖这没有什么了。三金典礼其实近年来都升级的不错，好，那撤案了啊，谢谢。来，351到356撤案，来，剩下科技部主管，谢谢啊，这么谢谢院长，各位委员，谢谢。44案呐、啊。好，来，陈部长来，请坐哈、哦。好，来，科技部主管第357案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好，我们就通过。那么税出部分委员会冻结200万，提书面报告，我们确认。第一目一般行政358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好，我们就通过359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对，遵照办理。好，我们就通过360至362撤案，363是通案，奖补助通案一通案处理，
364-365-366车案，第三幕367-370车案到378车案啊、哦，第379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那这里遵照办理。好，我们就通过380-381车案组决议，来382有没有问题？遵照办理。好，我们就通过383遵照办理。好，就通过384遵照办理。好，我们就通过385遵照办理。好，我们就通过386遵照办理。好，我们就通过387遵照办理。好，我们就通过388遵照办理。我们就通过389遵照办理。好，我们就通过390遵照办理。好，我们就通过391遵照办理。好，我们就通过来竹科392车案、393车案、394改组决议有没有问题？哎，遵照办理。好，我们就通过395车案来中科，396车案来园区业务推展，啊，397车案、398减列100万。这有跟黄国昌委员说明，那他同意改列，改减列20万。好，减列20万。不要。好，减列20万。398减列20万啊，我们就减列20万。399车案、34400案车案。好，谢谢，谢谢，谢谢陈部长。那下午1:30啊，下午1:30啊，我们继续审议交通啊，1:30啊，好，谢谢大家。就我们黄永成这么地，我跟哪个同仁，我只跟他出去。别带恶心呀！